咁我哋會首先會資料搜集啦，咁到嗰個會員嚟到啦，咁就掃個 barcode 啦，咁就可以會搜翻個名啦，跟住佢個地區啦，同埋嗰個 event 嗰個名啦，咁確定就得啦。咁可以掃第二個啦，第三個，係啦。咁掃完之後啦，咁你會見到佢會。可以去翻工具瀏覽資料咧，有個 data file 嘅，咁佢就會總共讀咗七個記錄咯，係啦，或者呢度都會見到嘅，咁你跟住就可以咧去翻個電腦度咁上傳個檔案。